大家好，我是 Alson。 你们知道吗？ iBeli 的 logistic 已经添加了 Pos Laju， 就是说你现在的 iBeli 网店可以有 Pos Laju 的邮寄方式了，而且还不需要自己去 drop off。 所以今天的视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添加 Pos Laju 的服务和要留意的方面。 Let's go。 好，进入了 iBeli 的 main page， 我们去左手边呢去看 logistic setting，过后你会看到 delivery method Pos Laju take， 然后你按 save。 OK， 今天我会做一个 example 给大家，就是说如果你的顾客已经选好了要 Pos Laju 的 service， 我们要怎样去处理它。我们去 order， 然后去 action。 OK， 你会看到这一边 request to pick up，你可以选日期它及时过来收货。在这一边的话有三样东西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。第一，如果是 same day pick up 的话，你的 order submit 一定是要九点早上之前。第二，在星期日 public holiday 或者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，他们是没有过来提货的。第三，他过来提货的时间会是在一点至六点之间。当你确定了这个日期过后，你按 update。 OK， 然后这边会有 tracking numbers， 过后呢你记得要去这个 airway bill。 在这一边的话有三样东西是要大家注意的。第一张是自己收的，第二张是你要给那个 postman 的，第三张的话你是要粘在你的 parcel 那一边的，明白吗？以上的分享就是如何在你的 iBeli 网店加入 Pos Laju。 好，那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请在下面 comment，iBeli 会为你一一解答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